复兴乡公所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唔呐，空间老旧，无够使用。在民国88年的921大地震过后，嘛被鉴定为危险建筑。复兴乡长张恩丁积极向内政部争取重建经费，希望会当来改善办公环境。复兴乡公所办公大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建筑老旧，真矮。当时伫咧921地震的时阵，经过结构技师鉴定，列入危险建筑。复兴乡长周恩丁上任以来，积极向内政部争取经费。二号早起，内政部民政司副主任陈建志前来会勘，了解公所后续规划以及需求。921之后列为危楼。恩丁吼，伫这段时间吼，真正认真拍拼吼，伫这个内政部要来争取咱的公所就地重建的这个工程，然后内政部特别派摄政司哈民政司来勘查哈，希望讲吼，咱的上级长官会当甲咱斗三工，会当予咱吼复兴乡的乡民甲咱复兴乡所有公所内底办公人员有一个安全。有一个安全当办公的所在，因为园丁真惊讲吼，咱的公所即马是一栋围楼，它的耐震度只有5级。如果说在白天上班的时候来个超过5级以上的地震我们所有的办公人员、所有的公务人员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包括我们的福清乡的乡民。目前公所规划原地重启，加上办公厅舍新建完工了后，会当解决原本厅舍老旧、空间无够用的问题。就地重建了，就是起伫咱乡公所后面的停车场。我们目前的计划是地下2层作为停车场，地上4层，包括我们的图书馆，就地重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计划是1亿9600万。总工程费可能如果说不够的话，到时候再做追加减。每次地震的时阵，公所职员甲民众拢感觉威胁，因此希望内政部会当核定重建经费，迎合复兴民众安心办公的场所。大专新闻林君复兴采访报道。